苏西孝阳国小举办六十周年校庆运动会，当时启用校舒适、视听教室、甲儿童游戏场。馆长王惠美亲自出席活动，主持落成典礼，而且肯定学校办学的用心。沙山乡孝阳国小举办六十周年校庆运动会，校方特别安排一系列的表演和庆祝活动，来充分展现学童多元的学习成果。小阳国小六十周年的校庆，那也在这个特别的场合邀请我们县长来为我们新建的游乐器材啊、视听教室以及我们独自建立的一个校史室做一个落成的仪式。是，啊，也有非常多的委员、家长会成员以及我们的校友也利用这个机会回娘家，一起来庆祝六十岁的生日。在校庆这天，也同时启用多项硬体建设。馆长王惠美特别亲自出席活动，主持启用典礼。儿童的器材，也游戏器材，以及我们的这个校友的校史室，我们的游戏器材以及这个校史室哈啊，以及视听教室的一个落成哦。那这几年来，我们也一直不断的把我们学校的硬体设施、软体设施来完整，让孩子们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。公所这边也都会编预算来协助我们国小来举办各项的活动，还有协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。那么也非常感谢代表会的支持。馆长王惠美指出，孝阳国小虽然是小小囡仔尔，但是为着好这学童会当有更加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，馆府近年来也投入千外万的经费，来为孝阳国小的学生打造优质校园，照顾地方子弟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沙西采访报道。